我肚子痛。肚子痛啊？我要上大的。你有没有纸？哪里有纸啊？没有纸啊，那怎么办？这么麻烦的。我拿这个。啊？我拿这个。这么大一条啊？这个合适的。我去了，你不能偷看我。哎呀，不行不行。哎呀，等着先。又想出这家吗？哎呀，不会的。以前好多那个女生的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急呀，我要绑住先，我要绑住先。哎呀，等一下逃单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这个摸底了。哎呦哎呦，我肚子好痛啊，绑住我。等一下我拉一下你，你要出声啊？好。真是的，这么麻烦呢、啊？还在不在啊？在，没那么快，不要着急。你快点啦、啊！等一下飞机经过上面了，偷看你的。哎呀，不会的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大味呢？哎呀，快点啦、啊！快了，快了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哎呀，怎么这样？裤子都没提好。哎呀，你这个摸底了。这么啰嗦的、哎、以为你真的逃单了。舒服多了，怎么会逃你的单、啊、哦，那走吧，就没事就走了。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手机响，接个电话先啊。喂，爸。哎呀，你叫我去哪里找个男朋友？有有有有有有有，哎，那我马上带回去，马上带回去。哎哎，好好好好。摩迪老，什么事啊？你结婚没有？我40多年了都是单身的，结什么婚？那就是，哎，要么这样吧，我爸突然身体不舒服，说叫我带一个男朋友回去，要么我就。做我男朋友。做你男朋友啊？我给租金你。给多少啊？500块钱一天。500块啊？啊，不行，我从来没做过人家男朋友的，人家都说第一次要珍贵一点的，500块怎么能买我的第一次啊？真的是。哎呦，那这样啊，那就给800吧。800。起码要1000。1000啊？哎，1000。1000就1000吧，就是了。我从来没拖过你女孩子的手，那第一次不要贵一点，真的是。那我上车了吧？上车，就是男朋友。不要做什么的吧？不用做什么的。我什么都不做的哦。好好，不用。主要是哄你老爸开心是吧？对，嘴巴要甜一点。那我可以，走吧。那我上车了哦。上车上车。你也是男朋友，我可以抓一下吗？搂一下。到了，前面，哎，到，停下，停下。这里啊。爸。哎呀，你这身体，哎呀，你看手脚都，哎呀。这个就是你老爸。对。你好啊，大叔。哎，好。我是你女儿的男朋友。对，男朋友。哎呀，现在才找男朋友，我都快没了，你还，哎呀。哎呀，你还。日子长着呢，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就是嘛、啊。爸，不要说那些不你现在在我们中国人传统上说呢，你应该还是中年人是吧？你看你这么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。我现在有病啊，啊，没钱治病了，女儿，你拿钱回来没有？哎，莫天了，哎，没有男朋友，男朋友。给点钱，我爸治病呢、啊，治病。给点钱呢、啊？对，只给点，先治病先嘛。不是你给我钱吗？哎呀，你先给一点先。那你没有啊？我袋子没有，先给的行吗？快点快点。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？先给他，我爸也是你爸嘛。先欠着、啊。可以可以。给多一点可以。哎呀，爸，欠了。这是未来女婿的，给你先去看病的。是是是是，哎，是
孝敬你的。你这身体太好了，可以吧？这个男朋友还行，可以。那么要么就现在，要不要我送你去啊？就好了，就好了，不用了吧？最好送去吧。不用啊，不用的，自己慢慢走吧。我自己走路去吧。你要慢一点哦。慢点啊。哎呀，我就放。你说我收好的给1000块我的，怎么拿我的钱拿给你老爸啊？会给的，你放心啦。你记住啊，刚才5000，就算我的人工1000，就6000了。6000，6000。你记得还我。啊，记得，记得，记得。有电话又响了。哎呀，怎么电话又响啊？是我妹，我妹给电话给我，我先接啊。妹。对对，我刚回来。什么？你有急事找我啊？好好好，我就在我们家门口。哎，我等你。哎，好好好。我妹找我有急事，她也想见一下你。她说我带男朋友回来了，等一下啊。怎么这么麻烦呢？等一下嘛。这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妹，哎姐，哎，终于等到你了，不是说到门口的吗？你看我车没油了，开不回去了，所以卡死在这里。哦，有什么急事？借点钱加油啊！借钱加油了。借点钱加油，你，你去哪里？回广东啊！来，这个妹夫大姐你好，老康你好，啊，老康吗？老康你好，是姐夫吧？是啊。姐夫，姐夫，你好。借点钱，去广东，你邮费是不是？是啊，拿5000来，先拿着5000来，拿5000来，快点拿，拿5000，人家都叫你姐夫了，又拿5000了。你看他开这么好的车，还差5000块，真是。他要去广东，邮费还要过路费之类的，要不到不了广东，在半路停车。身上不好啊，身上没带钱，那就先借着吧。我也没有啊。有，哎，先借着，先借着。怎么能拿我的？那这里6000拿去吧。啊，拿去吧。谢谢姐，不用不用，我爱你啊，你一路顺风啊。谢谢姐，谢谢老方啊。谢谢姐夫。来，放车。哎呀，刚才不是说借5000吗？6000。哎，你刚是去远的地方，5000块怕不够，所以给多1000他吧。我不理你啊。你现在已经欠我1万来了，哎，我会还你的，要么还到什么时候啊？马上去，我去亲戚那里借一下，借了以后就有钱就还给你。那好，马上去。哎呀，真是的，那我不亏了吗？做你男朋友，真是的。哎，你看钱又没借到，怎么办呢？真是的，又说借我叫亲戚还，哎，借一个亲戚都不愿意借，真是。哎呀，我以为他们多多少少借一点的，谁知道比我还要穷，真是。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电话响了，我老爸。哎，老爸，哎，是啊是啊。哎呀，这样的，那不是哎，整天搭个忙吗？哦，这样子啊，要我带女朋友回去啊？哎，家里分地啦、啊，这样子啊？哎呀，那好吧，那好吧。怎么啦？那这样，既然你能租我做男朋友，那我也租回你做我女朋友。我家里老爸催我叫我带女朋友回家，真的是。是不是说家里面分地了？分地是分地，就是，哎，要领了证才有的。那现在就回家顶着档先。我就做你女朋友吧。啊，我明天就去领证，把那个地分了。领证啊？对，先回去见一下你爸。是真的女朋友？真的。我以为还租的，不用租，直接办证那一种。
这么好啊？那快走吧，去回去。啊，走走走，见老爸了。哎呀，真的，这回是真的了。真的，放心了，不用假戏喽。不是假的，真的。那假戏真做了。走走。